第一种呢是爆浆果汁软条，是草莓味的。第二种是芒果条，芒果味。第三种呢是海鲜锅巴，它上面好像是蟹黄锅巴的。好了，那么小伙伴们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试试一下这三款网红零食到底哪款最好吃啊？我们先从这个爆浆草莓软糖开始吧，就是这个。我们先把这个放边上。你们看，小伙伴们，它这个爆浆软糖都是一颗一颗的。那我现在先把它给打开吃吃呀。外面这还包了层纸哎。你咬开看一下，会不会爆浆？嗯。能不能爆浆？能的。有没有浆爆出来呢？嗯，这很好吃，都是浓浓的这个草莓味的。啊，这里面好像有是浆。哇，爆出来了。啊。嗯，好吃。我们再来试试一下这个芒果条。你们看，这个芒果条是长这样子的，这么细的。我还以为有这么粗嘞，那我现在就来试试一下。嗯，很香嘞，这个味道跟普通的那个芒果味道一模一样，很好吃的。这个芒果干啊，味道很鲜甜的，不是很酸啊。那么味道这个还是不错的。这个字很简单，可是没人能打出来。那我们现在再来试试一下这个海鲜锅吧，啊，不是蟹黄锅吧。好香啊，我一打开那个蟹黄的味道就蹦出来了。你们看看小伙伴们，这个蟹黄锅巴是长这样子，这么大的。我来试试一下，太香了，这个蟹黄味很香。嗯，这个味道是不是特别好？这个最好吃的，它这个锅巴也是很脆很脆，那有浓浓的那个蟹黄味。我再拿一个给你们看，嗯，好喝，又香又脆，蟹黄味啊，特别的浓，太好吃了。啊，真香！这三款网红零食啊，这个最好吃的就是这个蟹香锅巴了，这是我最喜欢吃的。下面呢就是这个爆浆草莓糖和这个芒果干。